直接撒钱给大家，OnlyFive举办 Prince 签唱会，请来鬼鬼等人嘉宾在台上打闹一场。一路到八，哇，是真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交。我跟你讲，1000块给你，是600给他们，好吗？好，可以啊，1000块给我，1000块给我，好不好？OK。那你要给伯安撒，给伯安撒。哦，真的。那个老板，我们知道我们这团的那个路线在哪里，每场表演都要撒钱，每场表演都要撒钱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很幸运，请好好收藏这100块。对，来，鬼鬼喂，鬼鬼喂。Oh my god！怎么就这么好？福利，杰明说他很喜欸，是不是命运的缘分啊？那时候杰明在营业中的时候，他只跟鬼鬼姐讲话，完全不跟我们四个团员讲话。没错，他在厨房是我们的超好的助手，对，他还有跟我说他小时候就有看黑社会，他最哦，然后他后来还想跟我交往，这样。哦，帮鬼鬼来帮你们站台。 吓死！开心，哎，杰米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你讲，给你讲。开心，这一次就真的是很近距离的接触。我刚真的是拍照的时候在抖，哎，味东西的时候呢，有没有？汤超好，变好喝，更好喝，更好喝，特别甜，特别甜，真的很谢谢鬼鬼姐来站台。刚刚玉成的那个土味情况好像不太合。也许几年前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相遇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跳正在为你扑通。 哎，还好，我觉得很有哎。我跟我觉得还不错哎。我的人生都在为你等待。他嘴巴在抖，他嘴唇在抖啦。真的不适合讲这种话。我觉得最适合是哲伟。哲伟。圣诞节刚过嘛，哎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想要跟你们玩交换礼物。以后你就是我的，我就是你的。Oh my god！ 你们会喜欢？不喜欢？哎，还有摇手。你们说不喜欢。这样穿越，觉得有谁获胜吗？我觉得玉成是真诚的。对，我觉得玉成是真诚的。但我觉得哲伟这个是比较霸道一点，霸气。因为他就直接说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不同风格的土味情话都很棒啦 ！OnlyFive 也正如火如荼准备3月11号的 OnlyFive Prince 台北演唱会，更偷偷透露当天的精彩桥段。有一个特别的桥段，就是会在我们的。 小分队和个人怕上有特别的设计，然后是针对我们个人特色去做表演。哲伟可能就是，哎，怎么样？泼水啊，或者什么，他就会泼，或者是5分钟的土味情话之类的，看到仰卧起坐啊，看吗？很壮啊，很壮，很壮。我都要说，冬天拿掉是有机会。我今天是来看他们露点的。哎。 跟鬼鬼姐在后台很可爱，就说哎，他说怎么都会有贴胸贴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看到男生贴胸贴，我是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我刚上台前想要为大家谋福利，叫他们撕掉，但我觉得先算了，下一次再露这样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演唱会上啦，对对对，留到下次给大家甜头吃的时候再看。不可能，哪一天我们自己撕掉，然后说撕跳舞掉的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也没有，那就留给粉丝什么？少时候捕捉到的精神。对对对，你们蛇神的身材最好，身材真的最好还是哲伟。那我觉得大象对我慢慢进步了，长大的地方不一样。哎哎哎，象可能我就是身高啊，可能长1-2公分。
All in Five 个别打在哪里？喂，没有啦。不过新年将近，身为队长的陈恩大方表示，好啦，我包给大家了。真的吗？哎，好啦，哎，收到，收到，有啦，有吗？有录影。多少？我觉得8888是最好的。对，8888。太过分了，6666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或者是一路888。你要说8888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好啦，压力很大，不要这样子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但我会包给到他们，好不好？但金额我们再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果然是队长大大，红包不管多少钱，心意最重要了。完全的终结，苏俊宏采访报道。